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世一站，我是 Coco。 男人心里除了妻子啊，还藏着三个女人，很难忘记哦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的初恋。初恋意味着青春，也意味着那一段青涩的一个时光。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，除了一脸的稚气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的爱情啊，不是因为钱，也不是因为权力，只是很单纯的两个人彼此的喜欢。初恋的魅力就在于，我只是喜欢这个人，而不是喜欢他的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。但是呢，初恋呢太过肉质了，都是难逃终将要分开的一个结局。初恋一定是男人真心爱过的第一个女人，所以也会因为最终得不到而遗憾呢，恰恰就是男人内心中过不去的一道坎。就算是时隔多年再次相遇，男人可能呢还会内心为之一战。第二点就是给予他最大帮助的女人。每个人成长的路上呢，都会遇到许多的一种挫折。在打拼事业的时候，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，会遇到呢许多棘手的事情，很难解决的问题。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出现了，能够拯救自己，给予自己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话，那么他一定是自己的一个大恩人。男人呢会从心底里面去感激他。第三个就是猝不及的白月光。男人心中啊都有一个白月光的一个存在吧，他或许呢是高高在上，或许呢是清纯可人，都在男人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种印记。白月光通常在男人的心里都是不可亵渎的一个存在的，他们往往呢是很漂亮，各方面啊都很优秀，以至于让男人觉得自己呢配不上他。可真爱哪里讲究配得上配不上的，互相看上眼才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、点赞加收藏转发，下期再见哦。